你拿我那么多面膜干什么去了？我跟你说啊，我这回回来是有任务的，咱妈说了，咱俩呢必须结一个。如果这个事儿办不成，她就亲自回来监督把这事儿给办了。那要结也是你结呀，你这么大岁数。行啊，我岁数大，我先结。 我结了，我再生个孩子，你辞职，回来当总经理，管公司。谢谢小主任，辛苦了。再见。再见。那个我，让你说话。你好。 运动机跟这儿呢，挺眼熟的哈。我这面膜也在这儿呢。我说呢，我那屋的东西三天两头的跟长腿了似的，你到处乱跑啊。你转过来行可嘞？怎么样？ 这房子还满意吗？还行，就是没问题。满意。哦，是我同事认识邢教官，说这个房子招租，说只租一间，其他的屋子不能动，因为这离我单位医院比较近，价格也合适，我就租了。我租的时候不知道这是邢教官的房子。 介绍一下，我是邢克磊的姐姐，邢克瑶。哦，你好，米卡对吧？邢克磊之前跟我介绍过了，你租了他的房子，他之前还是你的教官，你是医生对吧？嗯。我之前也是学医的，后来因为帮家里做事情，所以没当医生。以后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。 就招呼我一声，我就住在你对门。哦，好，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吧。谢谢。东西喜欢，随便用。走吧，邢克磊。啊。明天是不是休息？ 吓死我了！你不知道那个邢克磊的姐姐，我以为是他女朋友或者他老婆呢。他看我那个眼神啊，真的。你现在是不是有一种小三儿被大老婆抓现行的感觉？<笑>小三儿，我恋爱都没谈，哪有小三儿呢？嗯，好好好。哎呦，哎，你怎么开始敷面膜了？怎么了？我多爱我自己不好吗？ 你不是一天都不会照镜子看自己一眼的吗？天哪，发生了什么？我明天要跟朋友出去玩。邢克磊，没有医院同事。是吗？怎么那么八卦呢？别说我了，说说你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乖乖治疗啊？我挺好的，你放心吧。我妈呢，已经回国了，现在我自己一个人在这边。 不过呢，医院有帮我申请了一工照顾我。嗯，那就好，你一定要听话，乖乖照顾自己啊。好吧，那祝你明天跟朋友玩得开心，拜拜。晚安。出去玩。
行队群里发消息了，有任务。带你上去哪儿了最好？这叫什么任务？有情况。行队有情况。目标是谁？行队有女朋友了？咱们是有嫂子的吗？哎，发张照片来看看呗。哎，咱们一帮单身狗哪会知道约会的地方啊？ 没想到无往不利的邢大队长会被这种问题难住。哎，你平时不挺拽的吗？真到要约会的时候，露怯了。说不说？哎，以前在警校，你是班长，我听你的；现在可不一定。行，等老板来，翅膀硬了哈。啊。 说说说说，我开个玩笑。我呢，现在推几家店给你，都是人气比较高的地方，那些情侣们啊，都来这儿打卡。没少去呀你。那，我是去考察，为了生意。考察？嗯。这几年你带出来的女朋友就没重样了。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，谁还没跟您二亲狂过呢，是吧？但我现在不同，一心只追求事业。哼，我看到时候谁把你给收了。别说我，你邢个磊不是一直号称爱情绝缘体吗？怎么了这次？被导电了？服务员，他买单。哎，酒还没喝完呢。